我想警察工作哈，它面向很广，随时啊会去接触不同的人，那只要合乎那个程序，也就是说我们有颁定的以特定对象接触交往啊，只要你报备啊，都是合乎这个程序。那我想这个是不是这个什么职位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哈？但我这个不评论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啊最重要。